来，哎呦哎呦呦，谁在这踩着呢？李宝，我去，哎，好嘞，我又把这猫爬树拿上来了，让你们再玩一次。很多猫上次都没有玩够嘛。对。哎呦，文俊和柱这边高，难怪你是模特的身材，哦，魔怔的性格。哟，哎，苗苗，陆毅上来吗？来，苗苗，上来玩来。哎，陆毅就差你了。哎呦我去，看看，酸菜已经玩上了，还有玩的没？哎呦，酸菜，看看，爬杆也这么专业，都爬不爬？不爬，我逗逗你们，让你们再往上爬。来啦，你看看，多踊跃！哎呦呦，酸菜掉下来了。看红军，我看你后背也不得劲儿啊，能让我看点你清白的地方吗？耶，这是虎宝和橘宝。啊，这是高手，这是高手。这也太厉害了，这个。啊，妈，这看错了，这那是酸菜和胡文俊，刚才不是橘宝。呦呦，来酸菜，对的，这逗猫棒是你主人拿过来的。这顶上那小兔子也玩一玩嘛，来，小兔子，对，上吧，爬吧，哎呦，李宝还焊死了，不下来了，李宝适合在那个故宫城墙那个。也不是城墙，故宫那个顶房子上面一趴，像个小神兽，挺好看。来吧，你说镜头里正好四只橘猫，不是四只田园猫。魂君没过来呢，那酸菜，哎，好嘞，酸菜抓住了，就让你多玩一会儿。酸菜，等一会儿我给你开个罐头啊，开罐头尝一尝。罐头是你主人寄来的。哎呀，大帅，哎我去，猛男也有这么愉悦的一面啊，玩这玩意儿他也能开心。哎，过来呀，刚要转身离去，我不忍心让你从此离开我的视线。哎呦我去，大帅一肚子脂肪都那个耷拉在地上，这词儿不好形容。这家伙又立起来，又站起来了。冒充小的鼹鼠呢，白不分明。闪闪，哎呦我去，闪闪刚要碰完了，徐宝抢先了。大帅又来了。大帅那狂飙似的走过来了。哎呦我去，大帅今天比胖虎表现的好，胖虎在那儿呢。哎呦，在那个天外天楼外楼上待着呢，挺开心的。他们还是有的很喜欢抓这个，放在楼上估计十多只猫天天这么挠，很快就得挠脱皮了。说的对。酸菜啊，酸菜，哎呦去，吓我一跳啊！那李宝那个嘴那么冰凉的，宝宝来，哎呀，宝宝养死带活的，哎呦去，那大帅那个姿势，你像个大保龄球似的，成精了。那嘎子也上来了，他特别爱玩这个逗猫棒。哎呦我去啊！闪闪还玩上瘾了。我去，我这一扫，这两只天猫刷的就跟过来了。
哎呦我去，我不能放地下，放地下你就给拽走。我调整一下姿势，重来啊。